就在门口晒着太阳。不要跟我讲那么多。我知道。我看到是什么？我知道，我跟你说一下。不要跟我讲。你看到吧？我的。回家。好。赶紧回家，不要看了。妈，我不行了，我要把你给冻死了。给他听个什么指什么听的，说，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自己不说不是警告二十多门了，你上来就把门封了。我们志愿者已经跟你讲过一次了。走走走一个那个什么那个什么，叫他听什么什么什么。对不起，你们是不是有点气？